交易所，嗯，台湾证交所的。全部存到电脑，把电脑存到台湾证券交易所。证券交易所把这些单子收集完之后，好，九点开始，电脑配对，马上出来。出来九点会出现第一笔价格，这个价格我们这里叫开盘价，我们要台积电开盘价，第一笔是91块，啊，这边出来第一笔，这个叫开盘价。决定这开盘价，那开盘价怎么决定的？电脑就配对，配对要对视价格，我们要对视价格。比如说8:30到，我们回到人工的方式，啊，电脑是这样排啊。买，你要买样东西，出越高价怎么样？越优先。啊，买东西出越高价越优先。比如说我台积电今天有人挂93块想要买，他有10张要买；挂92块有5张要买；挂91.3，啊，有20张要买；挂91有5张；挂90.2有50张；啊，挂89有100张。假设这样子，啊，台积电想要买的。我单子进来，我方法是由高往下一直排下来。等一下谁先成交？上面的先成交，出越高价的越优先。啊，那想要卖的人有买有卖才会有成交。想要卖的人谁想要卖？啊，有人想要卖88块，有5张想要卖。啊，89块，有10张，90块，有20张要卖，91块，有50张要卖。啊，假设这样子，92块，有100张要卖，啊，卖的人越低价，我这东西想要卖，我越低价，我当然排第一。同样一个商品，啊，越低价愿意卖的，当然排在第一。啊，按照人工撮合时代，如果我是证交所人员，怎么说？今天台积电有人要93块买。有人愿意88块卖出，能不能成交？可不可以？啊，我能不能成交？你要这次是我的，啊，我愿意花，我愿意10块给你。你心目中想要买，给你拿出20块，能不能成交？买价比卖价高，怎么样？一定可以成交。啊，这里一定可以成交。这里成交多少？还没有。5单。这里剩下5张，想要买的5张，93，89想要卖，10张，我买价出比卖价高，一定可以成交，成交了，剩下5张。92想买，89想卖，可以成交5张，91.3想买，90块要卖，买价又高，就可以成交20张。